2023年6月14日星期三傍晚5:20，大家好。现在呢，我打算第一次来采摘蒜苔，今晚呢炒一盘这个肉片蒜蚝，一会儿见。大家好，我回来了，花了有28分钟，一共呢从17颗，这个。大蒜的这个植株里呢，抽取了，这个蒜苔，也就是说17根蒜苔，这是我第一次这个抽蒜苔。那这一根是比较漂亮的，又比较长一些，看，非常嫩，我自己用手摸它，我都能感觉出来。那这一对，今天晚上呢，肉片炒蒜蚝。那后来之后呢，我又把17棵大蒜苗呢，大蒜植株呢，都把它给这个，拧了一个疙瘩，目的呢是这个叫憋大蒜，就好像上面怎么让它少做光合作用，然后让它长底下的根。大约7月中上旬，我就可以采摘大蒜了。貌似今年种大蒜呢会成功，我们这个耐心等待吧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